我都没打他。哎，我还可以砍他的药子，我可以砍自己人，太酷了吧！别跑，你别跑，哇，我可以砍他。嘿嘿，各位小伙伴，是我小飞象，欢迎收看每天的 Roblox 游戏实况。那么今天一上来，我们手里居然有一把木剑，那么啊，我们的任务就非常的明显了，是吧？然后画面中还有很多这种小刺客啊，我们就来砍。你往哪里走？来跟我决斗，来！你还有多少血？哦，我他是没有血条，这哎怎么顶着我走？把他打掉之后呢，我们这边就可以获得这个绿宝石啊。我们已经两级了，两级呢这边有个按钮，可以装备上另外一把剑。哎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换了一把长剑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升级嘞，从木剑换到了一把长剑。哇，这什么 ？BOSS 吗？绿骷髅？我们打得过他吗？哦，这人好像打不过他，我们感觉一刀就哇，一刀砍了我一大半的血。我的天，他过来了！我的天，哦，干掉了一个！但是我们快跑，我们快跑，我们快跑，我们快跑！喂，别追我，别追我！你打他，打不过他，打不过他。然后我们这个水晶有什么用呢？是可以好像在这里开个宠物啊，50，我们再杀一个小刺客，我们就可以来了。哎，打不过他，快跑！追他，别来追我！哎，你干嘛呀？我把他往这里带干啥呀？我砍你，决斗吧，你们两个！我就一丝血了，快跑！快跑！来砍了一刀，是！哎呦，跟他同归于尽了。什么情况？跟他同归于尽了。这边是商城，然后我们现在是两级啊，然后这是随着等级来提升我们的武器的。我们再跑到外面的世界看看，这个 boss 我们先不打，打不过呀。这个要50000块钱。哎呦，刚刚就是你是吧？把我砍！哎，我们50金币好像有了，那么我们先回去开个宠物啊。开个50块的宠物在这里。哎，不是，怎么开不了嘞？啊？哎，这50块的弹丸拿不了了？哦，有了，来了啊！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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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噔！咦，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吗？小兔子，让我们装上去。我们的小兔子应该就会跟着我们。哇，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白兔，白又白，两只耳朵。竖起来，我们等到三级之后呢，又可以升级我们的剑啦！哇，后面还有小刀，看到没有？小刀，50刀，后面最后是吧？哇，光剑很帅哦！这里来，我有小兔子，不怕你。砍啊！武器换了，我们的威力就变强了。各位小伙伴，如果喜欢小飞扬视频，不要点关注哦。那么每天更新第一时间呢，就都可以看到了。这个是需要750个绿水晶，我们就不够啦。这个游戏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感觉是一个啊，是一个什么山洞吗？这个一看很特殊的区域，你们俩现在已经伤不到我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已经伤不到我了，你们这些小渣渣，来，小刺客躲在石头后面就以为打不到你了是吧？啊，为什么你要跟我打？我的武器已经跟你一样了，我还有只小兔兔，你是打不过我的。这边有只蛋，这边这只蛋呢？哇，15000 ，Oh my god！ 我们跑吧。啊，这边很有可能是藏那个 boss 的地方啊，只不过那个 boss 被人拉了出来。这 boss 死了吗？好像死了，没有看到那个绿 boss 了。我倒砍了你，一会儿就50个，这边有50个绿水晶了啊，60个了。现在我们买兔子之后，我们这个绿水晶赚的非常的快。等，这里是干嘛的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是接一个任务吗？哦，好像接了一个任务，要杀5个刺客是吗？还有奖金给我们，一刀。哦，果然是接了一个任务。OK， 我能不能打他？哎，我还可以砍他的样子，我可以砍自己人，太酷了吧！别跑，你别跑，哇，我可以砍他，我居然可以砍自己人，我把自己人干掉了，我把一个玩家给干掉了，哇，还好，我要庆幸没有别的玩家来打我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特效吗？1000金币，好像不够哎，好像不行，我砍，来。下一个宠物的话，我们考虑一下升一下，买一个什么蛋啊？现在最便宜的是50，这边是什么价格？这边是1500是吗？那么还是750的比较划算啊！把这个砍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。这人想找我报仇吧？我们的任务满了，任务结束了。来这边交一下哦，给了我们400金币，那么还会有任务给我们吗？他会一直给我们任务吗？我砍，我大刺客，no， 不够啊！又来一个任务啊！我又接了一个任务啊，这么快啊，哇哦！那么很快我们就可以开第二个宠物了。我们这次开个贵点的750的宠物，来多杀几个怪兽。
多杀几个小刺客。呵呵呵呵，拿上我的武士刀，我几级了？我四级了啊、哦，我都忘了。我四级的话是可以装什么？哦，能装这把剑了啊！我们的武器已经可以装把小刀了。我还在拿着把哎小刀，呼呼呼呼，吃一吃两刀把它干掉。哇啊、哦！不一会儿四级了，哎，是不是非常快？哎，怎么抢我的？他走过来拿了一把附魔的刀把我给干掉了，一把绿色的小刀，我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哎，可惜了啊，打不过他我们现在，现在下一个等级是等六级是吧？来来来，我可以把你打掉吧，我可以把你打掉，回去回去回哆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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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哆，我有一只小兔子，嘿嘿，好，再杀一个，这个小娃再杀一个，我们任务就满了，看一下没有700块钱，哇，这游戏居然可以杀自己人，太可怕了吧。还是不要影响别人体验了，还是不要杀别人了。这边任务交掉多少钱 ？Yes， 740块，好像还有任务，又接了一个任务。OK， 那么我们就准备啊，去准备开个宠物蛋，把这个杀了，把这个杀了。对对对，哇，可以无限接任务，这样的话就比较快。这里是果然是那个 boss， 看到没有？那个绿 boss 就在后面，不过这个人比较强啊，比较强。这边是750啊，已经够了，我们可以开个蛋了。来来来来。这个蛋黄金的蛋看出来是什么东西呢？嘚嘚嘚嘚嘚嘚，哇，一只狐狸哎！把我们的小狐狸也装上去，加5个经验，哇哦，这个小狐狸就加的东西就非常多了啊！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很快就能到六级，然后任务一交，美滋滋，哎，别，赶紧走，看到那个人赶紧走，把任务一交，我们又加了很多钱，哇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游戏就玩的非常的顺利，后面有人打我吗？没有，哎，很好。然后再来接一个任务，我去，马上就可以开一个，马上又可以开一个750个蛋了。喂，哎，他干嘛？这人干嘛？哎，哎呀，我遭到报应了，小飞象遭到了报应，哎，可惜。这个是250个蛋，我们就不开了啊。这个是多少蛋？5000个蛋也开不起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砍我。把这个砍掉，把这个砍掉的话，我们就应该是六级了，啊，六级了，六级的话果然可以升级一下我们的武器啊！这次又换了一把新的武，别砍我，别砍我，哎，别砍我，啊，又换了一把长剑，来，我的新武器，哇，一刀就把它劈掉了，只要一刀，啊，两，一刀半，基本上，一刀能把它打到残血，叮，交任务，有没有700块钱？交任务800多块钱，再来一个蛋。再来一个蛋，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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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不要给我狐狸啊！喂，小猪，今年是猪年，我有属猪，这不是太棒了吗？装，呵呵，好好，我有3个宠物啦，我有一只宠物猪猪，嘿嘿，可爱吧？喂，唰，一刀就把它干掉。啊，7级了，7级的话还是换不了武器啊！我们这边接个任务，哇，可以无限接，太爽了吧！一刀，谁，来。来，我的小宠物都非常可爱，小猪、小兔，一只小狐狸。马上就到8级了，8级的话又可以解锁一把。哎呦呦，你还没死是吧？过来，给我过来，我砍你。8级了啊，8级了，解锁一把。9级了，这么快？解锁一把。哦，这把剑好像带2个翅膀，哇，看到没有？带2个翅膀，这把剑。任务交掉，又可以接个任务。对对对，哎嘿嘿。那我们这次开个1500的宠物好吧，看一下能不能开个1500的宠物啊。这个人好像打不过，这个人是附魔的，我们打不过他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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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走，一刀一个啊，交了任务，一刀一个，再来1200，现在1200了。别砍我，让我过去，别砍我，哎，还砍我是吧？你还砍我是吧？哎呦，他要追着我砍，这当中能不能跳？不能跳，完了，快跑！这人追着我，好，这人没准，那我就砍了你，谁，哇，我们去开个1500的宠物了啊，1500的宠物我们来了，你不要来过来砍我，不要过来砍我，走远一点，别过来，走远一点，别过来，哎，好，1500的宠物来了，看什么东西，还不够，够了，快走，那人在砍我。我别跑，哎，这叫什么的？北极熊吗？捡到个北极熊，北极熊的属性怎么样？加6加8，哇，比兔子好太多了吧？这兔子不怎么样，把这装上去。4个宠物，我们现在有4个宠物了，围着我转，哇哦，哎，哇，哪里来的大神，一把镰刀把我给干掉了？
那我可以在这里砍他们吗？我砍不动他们，我砍不动他们。Oh my god！ 这个秀现在十级了，十级的话可以换一把，又是把小刀。下一个小刀是十四级了，哇、哦，这是杀手模拟器那把刀吧？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，一刀一个，哇，一刀一个，而且加的钻石非常多啊。他直接去了五万个的世界里，后面什么兽人啦？哎，又是他，他又回来把我干掉。他带着四个兔子，你们怎么两个都带着四个兔子？我们还被屠杀了啊！这个游戏还是不错的啊，后面越玩越快，越玩越快还是可以的。十二级了吧？马上就到十二级了。谁还有任务，主要是记得玩的小伙伴一定要来接任务啊！接任务的话，这个钱会赚特别快。哦吼吼，再来接一个任务，呼呼呼，再开个1500的宠物啊！我们今天最后再开个1500的宠物，把这个任务给杀掉，应该就有1500了吧？我们现在这打一个小怪，加很多经验值，把这个杀掉啊！1500了应该啊，任务一交应该就1500了，1480，1580 ，OK， 来了。摇出我们的第五个宠物，嘞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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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棒棒棒！又是这杯鸡熊啊，能重复带吗？可以带你吗？好像不行。那我们得把一个东西拿下来。把兔子给拿下来，删掉也可以。啊，这边装上我们的北极熊，北极熊的经验加的比较多啊，加了两只北极熊，哈哈，来再来一刀。马上就到十四级了，十四级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换一把我们的小刀，一躲角落里看不到你吧。十四级了吗？十四级了 ，OK， 这边的小刀在这里啊，一把长刀，不是小刀了，长刀50刀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实况呢就玩到这里了，各位小伙伴记得关注哦，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